五位大温著名华人艺术家谷中、毕恭、吴荣天、潘潘和孟小平先生现场联合创作了约有20米长的五环连世界五笔传风情国画画卷，表达了作为前冬奥会主办地温哥华的华人华侨对此次北京张家口申奥的美好祝愿。希望这次北京和张家口呢，能够在我们这个两个申办城市里脱颖而出，最终成功举办这次2022年冬季奥运匹克运动会。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文化领事韩宁代表领馆向温哥华华人为支持申办冬奥会所做的实际行动表示衷心感谢。华人华侨也好，和本地的居民也好，都对体育的交流非常有热情，也积累了冬奥会举办的经验，所以我相信呢，就是咱们华人华侨，温哥华的华人华侨的加入，对北京张家口的申办奥运会的成功应该能发挥他们的作用。本纳比市议员及家中体育基金会董事王白进表示，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不仅传承奥运文化，弘扬奥运精神，同时还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在各国各地展开。五位画家呢，在这边创作呢，代表着我们的这个体育的一种精神，一种联合，一种共同，更高更强，这样的一种精神。本次活动由家中体育基金会、加拿大华人联合总会及1029咖啡馆发起，而此次现场所创画作将捐献给北京奥申委。凤凰卫视李元坡、苏一恒，温哥华报道。